可以跳，而且不会很震。没有，你有去露营吗？没有，你不是这个路线的。没，还没去过。你看起来也是美，什么都在玩呢、啊。还没，还没，就是露营，就一下。走走走，快点，我们去露营好了。好，大家好。Hi、我们今天葵婷来陪我们，嗨嗨，我带你去行动度假村。好，我们在这一个喧闹的都市里面也能够度假。是，我出到了这一台叫做福斯的 Quest， 这是2007年的车，好久哦。对，它里面全部都自己装潢的，全部自己挑自己要的。我们继续看一下，走走走。但是刚好心里准备这台车，因为已经13岁了，13岁了，偏老，对不对？欢迎贵宾。来 ，Go！ 哇哦，是一个古老的感觉，是一个古老，有一个复古的感觉。你是因为刚刚奎宾很兴奋说这台车我要开出去玩，开出去玩，结果因为是比较老，很久没用了。但是等一下有一些给息可以带你来动一下。好啊，我先带你看后面这里啊。我刚刚说它是像住家的豪宅，就是说你看总电源打开，然后它有浴室的风扇，后排也有风扇，前排也有。这是那电磁炉吧？电磁炉吧，应该是哦。怎么那么小，没看过哎、欸？哎、欸，真的是电磁炉哎、欸。酷哎、欸！保温定时，然后可以按开关。我这下面没东西，要等一下自己关。按一下就可以开。哦，出去真的方便了、哦。真的好热。今天天气也热。但很特别的一点是，如果我刚刚回电很热，想洗澡的话，浴室是这个吗？对，这是浴室。它真的有水啊！你看，它真的有哦，看到？哇！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。酷啊，蛮厉害的。虽然有点旧了，但是住起来还蛮有 feel 的。这个都是实木的，实木的。窗打开啦，有没有惊讶？我直接上。惊人。好稳哦、喔，直接变这样，哇！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它的垫子蛮软的？蛮软的。它好像当初因为这是自己装潢的家，所以它选的是那种特殊的碰层的那一种，就是因为它自己要带爸爸出去，所以它就选那种很软。蛮不错，你可以跳、欸、而且不会很震。好酷，那个接过来，好爽。我们可以先睡觉，我觉得今天好热哦。然后重点是后面呢，这个地方是客厅，还可以变床，然后小朋友拉下来，小朋友也睡上层。对，我刚才担心小朋友会摔下来，所以这个其实在这里小朋友掉下来没关系，对，还好啊。对，好像还好，这里好像可以收好多东西，可以收纳。这也是柜子，也是柜子啦，放电池。哎，它还有感应响哎，所以感应响的头在这。对。然后如果嫌说出去了，大家小孩在后面要睡觉。嫌烦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都拉起来，蛮好。就是如果太亮的话，就拉起来。好啊，就后面看看。然后这里，我觉得它户外很需要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冰箱。而且它这是高级货有电的现在是有冰的而且外面也可以拿到，它可以从外面开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到了，就坐在外面玩，只要躲在里面，睡觉才进来，外面可以开，东西可以藏在这里。哇，很舒适哦。刚刚还有漏菜的这个微波炉，它也放方便还蛮好，最好可以到 Sony 的哦。这个包是什么？警报器吗？电灯吧。哦，灯啊，赞，酷哎，酷哎。那我们再过来，电器超多的，所以坐在那里感觉真的像坐游览车一样，真的很像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，你应该没有坐过露营车对不对？没有。你有去露营吗？没有。你不是这个路线的？没，还没去过。你看起来也是美，什么都在玩呢、啊。还没，还没。没有，赶快有男生男女都可以救一下。对，就是露友救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给洗了，乱按看。哦，这下电视，电视。小布，我这能看吗？这外面有电视，应该现在关一下开。啊，因为我没有遥控，遥控在这。哇，他都说得很直觉，我根本都没有问这个车主，就可以直接这样就可以开它了。对，所以听说他这里电视还不止一台，可以整一整。那这里想必这个放下又是一个小床，可以睡上面，然后到时候这个打，哇塞，那这样子算一算，可以多少人出去？是怎么还啊？直接扣上啊，扣上。好直觉，我们不用学。然后这是灯吗？有阅读灯。然后这是车子前面一些资讯。哇、哦，好酷哦。然后那边的话呢，感觉就是上面还有一个一层，感觉也是床吧？应该是床，因为这个感觉拿下来应该是可以打底的，这感觉是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到户外，我就把外面这个窗户打开，你就可以吹外面的空气，不用吹里面的冷气，蛮酷的。我会选择里面的冷气，我们两个热到爆炸，热到爆炸，啊啊啊！那感觉还真的蛮好玩的，这里还很多的东西可以整，这是它的给洗的，哇、哦，好好玩哦。
看影片，别忘了帮我们按个喜欢，留言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，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所有你喜欢车子的朋友。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试驾，统统都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变成微微跨界大赢家吧！